今日就等我同大家上翻堂，鉴赏豉油嘅大师班啦。首先，我哋嚟了解点样分辨豉油嘅品质。大家一定要记得呢四个重点：色、香、味、体。顶级嘅豉油带有浅红褐色，富有光泽，闻落会有阵浓郁嘅脂香同黄豆嘅鲜香，仲有微微嘅酒香添啊！味道咸中带鲜，回味悠长。体态方面，上乘嘅生抽澄清明澈，冇沉淀物，会稍微挂杯，成分都好决定豉油嘅品质噶。要知道成分有啲乜，就要睇蕉子啦。蕉子上嘅成分排得越前，佢嘅含量就越多，仲可以睇到豉油有冇加到防腐剂、增味剂等等添。李锦记系家喻户晓嘅酱料王国，豉油家族自然人强马壮，有啲方便大家煮唔同嘅菜式，一支搞掂，够晒方便啦。当然，唔少都满足现代人对健康饮食追求嘅产品，味道同健康都攞满分。今日系我喺李锦记学堂毕业嘅大日子。经李锦记学堂悉心同严格教导之下，我终于蜕变成上等豉油，等紧你带我翻屋企，煮出口味又安全嘅菜肴，同家人共享。